小姨子再在我家一星期了，今晚我洗完澡我睡了。不行，我跟我姐还有很多话要说。你们怎么还有那么多话要说？你们一起住三天了，秋云，你说你到底要跟谁睡？肯定选我，我姐说你太快。你什么也敢往外吐了是吧？不是，谁发现的？你去我房间了？啊，你去他房间了？不是啊，姐姐是你说的，说他睡觉太快还打呼，这早就忍不了了。你说这个呀，你还小你不懂，男的睡觉快说明身体好，你懂吗小孩？秋元，今天晚上你必须要在资源的基础上选择我了吧？干嘛撒手？没完了，腻不腻啊？什么呀，管你真是个祖宗。呀比囧囧囧，你闻什么呢？什么味呀，这么臭？我给你买了全世界最好喝的奶茶。不是这个味。哪有味啊？你说你这么大人了，你睡个觉非得拉着你姐干嘛呀？你不知道她有男朋友了吗？今晚你自己睡。你就让姐姐陪我睡吗？姐夫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姐夫。再叫一遍。姐夫，姐夫。今晚你陪她睡。十五、二十、五十、一百五。你今天怎么那么晚啊？没刚睡着，快让我去找去。你那个带了吗？你没睡啊？秋云，你每天晚上像这样偷摸出来，真当我不知道？我就是来找你姐夫打扑克呀。哦，对，打扑克。那你口袋里是什么？我去，不是，你扑克啊？是打扑克啊？